망설이지 마. 积善成德，积善成德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吧？积善成德。날카로운경우에날카로운정신太慢了，你的攻速太慢了。但是你这个逼怎么带个偏火呢？누가날감당하겠어？五分钟点火，不是吧你？越不了。弱智吧，是纯弱智。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不然他把兵干过来，不然的话我难受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我先回家了。他好像打不过蓝枪，蓝枪战斗力比较高呀。정확하고우아하게感觉不是很好打，拦不住他。追踪，我直接追踪你。눈깜빡할새가줄게感觉这个 Q W 玩家起身 Q 是女士不爽啊，这个操作是真的女士不爽。W 减速，然后接 Q 人压起身，这操作太舒服了，说实话。这也 K， 什么都是 K。承认刚刚今天状态还不错，有那么难吗？因为我状态还不错，但其实是我玩的本来就玩的就好。压到起身他应该死了，压到起身可以打两个耀光，以及多 A 两下，那他应该是100%必死。这一波的话，等等他那个，还有他点火，看已经好他点火。他这个东西带不带点带不带 CD 都不知道。날카로운검에날카로운정신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不要碰 Don't touch直接买那个买大件누가날감당하겠어지금나한테도전하는거냐还有点火，哎，得打，哎，直接小 Q 一下不灭，跟他换的也行，跟他换平民也行，无非是我能 Q 就 Q 出来，不想抓呀，这波真不能抓，这种线抓的太伤了，感觉对打野的gank得有一点定数，不能无脑抓，也不能无脑配合。在干嘛？不知道呀，在演是吧？刚哥在演，矮的死马小兵，我真他妈操了呀！
不然我 QA EA 他死了，小兵真的畜生。为什么老被小兵卡位啊？今天跟小兵杠上了，他一个 E 干了我159啊，怎么伤害？我是不是故意短 Q 的？这人居然不开 E， 我再 Q 过去可能暴毙。有病啊！这武器真有点大病，感觉来者不善。妈的，你也出演员？这是不是演员？不过这个逼零杠二他妈的把我打成这个逼样，我真的是有点后怕。零杠二，我杠零啊！你为什么可以这样打我呀？哎呀，这波线我好伤啊！这波线怎么办？这波线不赶紧避的话，亏的会越来越多的，伤透了呀！没办法，小亏一点吧。看一下装备。他这个只能死了，他无论用什么技能都没法跟我打。但是我的等级优势其实只有一点点，甚至不到半级，说我这把得悠着点。哇哦，尴尬的，我操！弄他，别给这个逼得逞了。你酷，不是你他妈的，多此一举，感觉纯多此一举。虽然说你帮我帮到了，但是我不是很认可。我看他 EQ 刚才把我轰了呀，对面一个零杠三，两个零杠三，居然能跟我们这样打，好简，太厉害。我先把这个卖了吧。不得不放了，我有骸骨，他跳过来 QRAW， 应该我也死不掉，别避了。不是不带不灭怎么跟武器打？给我告诉我，不带不灭怎么打武器？整天就听那个不灭金一直说。那咋没有人用不灭金上分呢？怎么就我一个人用这玩意上分呢？也没有别人用，我韩服都是后选剑姬的，也没人玩呀。你又在装什么？就差一下。本来这波是赢了的，可惜。不过应该小要紧吧，不是很要紧吧，应该800块钱呀，我操！单枪居然能把我秒了，他 Q 技能没挡住哎，没办法，不然我可以把他做掉。像都暴毙了，像都爆了，像装备好这么多打不过呢。
但是像会玩，他看到我 贴墙了，一心不放 Q 的，他知道我可能会注意贴墙，还会放贴墙 Q， 所以他捏了一手。这蓝枪这波玩的有点好，没办法，我认了，认输了。他都把我的预判的心思给猜到了，那我就没道理赢他了。你让我吃塔皮呀，为什么要折磨我呀？这个佐伊为什么要跟我对线，素质好差。武器大师现在跟我没法对线的。적을처치했습니다输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就试试你一下，这就是你的伤害。아군을당했습니다感觉不是很对劲啊。怎么会空呢？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感觉不该空呀，这个局不空的话就把武器第二 Q 死。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哥们还能吃这玩意儿。我操，我感觉要爆了，打不过他。他为什么跳过来不被我弄，不被我弄呢？屡试不爽，说了这一招屡试不爽。W 立马放完以后，立马用 Q 直接控制抵消。当然，你这个 Q 一定是长 Q， 不可能是短 Q。这里是短 Q， 这里是长 Q， 起码要超过一半的范围，要超过一半的范围才是长 Q， 不然都是秒放的。你看到这个位置都是秒放，还能更快的秒放。一定是要长 Q 下去，这个就是短 Q 嘛。短 Q 你很可能会打到他的 E 上，你知道吧？所以一定要长 Q， 长 Q 基本上不会被 E 到的。W 释放时间是 0.75 秒，武器技能释放时间是 1.5 秒，所以说卡在1秒钟左右，他就一完之后开个等个0.25秒左右，然后开 W， 这个时候还剩0.25秒的时间，是你可以放技能的时间。然后对吧，你再放贴长的 Q， 长 Q 大概也是0.3秒左右，所以就能实时控制抵消了。学好数理化啊，走遍峡谷都不怕。当然这就是个感觉，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个纯感觉。贴我呀，他贴的是我，但还没贴到。적을처치했습니다OK， 我来了。牛牛怎么那么怕呀？满血牛牛，刚哥六，看到没有？国服的打野排到我了，给我扣六。
点痛。是吧？你那么牛逼呀、啊！装的不大的，还好，也就是五百块钱。小送五百，他应该打得过武器吧？他这个一个 QW 应该死。只送大的，刚哥只送大的。猜猜我是谁的粉丝啊？只送大的。放心，输不了。掌控之中吧。哎呦，这左翼怎么这么猛、啊、我得谨慎一点，对面的中上这边的三个人都两连号了，我还没两连号呢，好猛啊，我得谨慎一点，太厉害了，按扫描吧，这边这把游戏对面打野都十三级了，他妈谁送的呀？好狠啊，十三级太狠，赏金机制都给干满，他妈变态！我操啊！你吐血了。不复许我这没法发育了呀，真送麻这枚团已经打不过了，安妮老不抱团没办法，安妮单带成瘾，我就送了他一个呀，怎么可能给他干到十三级呢？当然我是他的第一桶金，八百块钱有点给，我得把夏娜先推了，还只要我能打得过对面的上单，那我基本上就能完成，不用担心。我赢的局不会因为我而输掉的，上单的影响力没那么大。只要我进入带线节奏就好了。剑妮是真不适合打团，打团的话基本上没有控制的队友 就得爆，剑妮打得太废了。是啊，妈的，一个武器都能跟我打呢，你有点厉害、啊、这波肯定要大农，这波不可能给对面得逞。他这个避难枪吧，避难枪有点肥。啊，他为什么把我队友杀光了呀？两个人都肥呀、啊。
队友别着急呀、啊，这人一打三的，为啥一个 AD 可以打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武器可以把我打得满头大汗，剑姬这么拉胯吗？剑姬，感觉剑姬英雄有点弱了，一个零杠九的武器打得我满头大汗，我真有点难以相信。不过刚哥又逆攻了，无所谓。不是很想打，说实话真不想打，这波真没有打的必要。哦，差一点点原子。说实话，我这把伪银局完成了我的个人秀。讲道理，我有点自私，这把才真我赢，但是我给对面送起来之后变成我的个人秀了，因为我有能力打过来，队友不一定有。太不稳健了，但这把赢的肯定是我最帅，你知道吗？但是我如果不送的话，大伙一起帅。赢了还好，输了我这把肯定是挨骂的。必须得严以律己。对啊，晕不住武器是正常的，别看这武器的零杠十一的，我都不想晕他，我根本就没有想晕他的想法。你想晕武器的话，你就得给他补一下，如果没晕住的话。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呀，破坏者最终呀。哥几个在玩啥呢？我的牛牛他妈玩杂技的，纯杂技牛。但是好像怎么打都能赢，好像。没有超级，没有小兵了。Carry， 队友觉得是我在行。其实这把游戏有一说一。